不太匀匀的口。我拿虎，没一副。哦，我们是打的那个方寸唐斯的国标，方寸唐斯的二幺二，真的是国标。林总这边应该也要先吃野兽。先吃这个猫倒是鸟村吗？先吃那个鸟村的。OK， 他一直先吃那鸟村。我直播卡吗？是你卡吧？我自己手机在看呢。莫花城的鸟声，你就下回合给我休息休息，继续拉一个伤害。对面平衡咱们先。我血号开了，但是还是这个里面飞，擦一捏。是冰的化身，赶紧就是补一下光辉。我们的一个流云。还是要招一下法师的衣服。他只是第一波上个宠，还是飞得很快。我感觉风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清鸟上个宠。我们这边盘子要先拿宠出来，盘子封地府拦截啊！哦，青花仙女宠，慢，连一下，连直开龙更好，都滋都不带连的，废物。还行，虽然是对吧，神了，但是起码是上刀的给我们回了一口血。帮你重做，只有你一个人卡，真的，只有你一个人卡。我瞳孔的封印腰带不跟你嘻嘻哈哈的，当然的。欢迎龙哥，不卡我行了，直接那个，感谢龙哥的火箭。龙哥一来就表示我今天要加餐了，加一个大鸡腿。我们的圣人又开始，
对啊，狂扇雷。不是龙哥，我跟你说，剧透剧透来，可以又来开始了是吧？这是落花神的对面的苗酸，凝滞一下，还是要惩罚师的速度。这是亲对面苗酸宠，轮住下我要拿宠出来。刚好那个门口这边也没有气了，我们就要推拿马桶先出来。你怎么靠？因为他那样嘛，靠气的东西，行不过来。接老的话。他们家愤怒不让破血清场，看了一下对面大团没有拔剑，看到了拔剑哦没有，对面继续平常打半天。青花生的臭喜极而泣啊，不散了呀。咦，平砍都比他强，花生的话应该要那个，我的麦有问题，我的麦有问题，然后如果那个的话你们等会会那个会有杂音的。是啊，方舟应该要单火血吧，哦不对，我说化身单火血可以，看来留着这个小命还是有用的。哎，终于连了一下龙哥，你来督战之后，然后颜值就开始连了，颜值昨天真的滋了多少把，一把都没有连过，很可以了。也该轮到我们多神一神了吧？珍宝阁，我不知道啊。化身应该要当火血，破甲大唐，这是提前破吗？我加的那个了。像这种没有跑的宝宝，很大的概率会那个。Nice， 清空一下对面大唐的状态。游戏声音听着好憋的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昨天和那个什么，和我就中一点，也不说那个。方寸要不要手动灵神甲继续落花成泥对面的苗村？
看一下是不是要清，对，要清蛇。那先张红红，这个盾，我的天哪！用大王起来应该要起个盾，可以清掉对面的蛇。不是颜值的那个可以，颜值没事喊可以，声音可大了。下回有宝宝就这么看。我们会比其他的比别人就是优先的知道西山是什么情况。到底什么情况？要是要调回去还是怎么搞？你们这，哎，不管了，哎，那个你们要嫌这个的话，你们就去其他的地方看吧。绝幻魔，不，魔音噬魂了，对面不让，可以，两回合清掉对面两个，颜值每次叠都叠的那个都叠到小样零了，就不能叠个关键单位吗？叠个宝宝他不行吗？啊，原来是很大声的可以，我直播间不可能卡。我直播间还是证明是你的那个网的问题，我手机自己在看，有当头，然后有神神号，还有沙威。其实我感觉轮种可以飞机了，我知道不卡，我自己在看你。哇，这个自尊三飘，哦，有把轻轻 nice， 上一半了。欢迎玄烨，这是牡丹亭的老板吗？哦，直接是当到了对面的女儿村，然后自化身的宠，能不能绿一下？没有。不能太贪心、啊、应该是有归宿的手持宠。哦，不一定，他们可能会全打女儿村。什么鬼啊？这铃铛进口了吗？看一下方寸是不是还是要先分身进去。因为对面女儿村起来之后是可以反手然后是封的，可以帅。轮总开飞机了还是轮总当谁了？把谁直接当死了？虚弥冲，虚心化身，不让活血。真出虚拟了，对面出了地板漫天，震死他。没有时间了，还可以有弹魔。好了，下回合可以的点点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说真的差不多了，一百风险才能花生也要死了。女儿村对面女儿村起来喝酒吗？我感觉是这里吗？压倒了，超老师还是不是？已经差不多了呀。对面有，对面在哪儿有词啊？不可能有词行。要么就是拉须弥，然后把对面的地府要么给滋死了。稳，不能不换须。武魂天，武魂是中了还是怎么的吗？破甲地府，杀地府，神神哈哈，谁死了？
六千，这地府神了。这一把应该对面要倒两个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三杀。龙哥 triple kill。龙哥一把 triple kill， 太帅了，龙哥！恭喜西山，提前恭喜西山。两个了，你们这些刚刚那个谁说什么下午什么我休息的那个是谁？给我出来，换一个孩子就可以了。拉起大唐，要巨剑吗？拉个宠出来，继续神神伤害。这得手动换个那个换个地府的孩子才行。我感觉童总来了之后，然后A 拉 B拉 C拉 D 干嘛 D 拉 E 干嘛 E 换哦 E 是招小怨灵。人间怎么也得坚持到60回合。这边，哎呀，轮总没有出那个，轮总就是要是把神针换来就好，可是这个当头一棒，沙威也行，还在可以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把人间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能翻盘，真的。那我都已经不能用什么牛逼这种词来形容。下周五神坛。对啊，哪个月没有五神坛？你如果是问这个月是哪天的话，我会告诉你下周的星期六星期天。下个星期是全民的赛区赛。大轮子给地厅来一个，女儿从关键时刻三飘没中，给鼻子随便你活了，你爱咋活咋活。全是虚血。这应该这是那个千速的，比大唐的速度快的。同中过这个，5000。9000。配不上速。我是说那应该给逍遥来个眼，是不是傻回家了。恭喜西山马上要收消息了，应该马上了，我会要收到消息了。西山老爹是浙江一区，浙江一区西山老爹一起先行帮招那个招帮派联赛的那个15+10、那个15或者14，15+9、15+10的那种。神神瀚海，哦，已经出消息了，恭喜西山，咱们下午见。
我不溜啊，但是就是说我们下午见，下午是两点钟，下午两点吧，是不是两点还是两点半？我也不知道。继续给笛子。15000，恭喜牺牲19回合。嗯，